我家今天铺地砖了，看看，从房子这边开始定位，那边这样式的说往这边赶找齐嘛。哎呀，这回可快完事了。我家房间里的呢，装的是那个灰色的那个地砖，结果这个外头这暖棚呢，还用成这种白色的，好像有点整颠倒了哈，那种感觉。外边这个白色有一点点晃眼的，哎，弄完了再看吧，反正自己选的嘛，也就这样，好坏，就这么地了。你在干嘛呢，春儿？后院大盆辣椒又倒了，我给它。你又整小棍儿，开始对付了。人家都开始收完事儿，拆了，你还去又去架去了？啊？那个离得挺好，就架那儿。那我也过去看看去。什么？哎，那要我带个筐，把那好的辣椒就收了，行吗？行，拿过来吧。嗯，等着啊。嗯，辣椒都倒了，吃完还倒。但是我问你，这辣椒它怎么老往上涨呢？辣椒是无限生长的，我感觉。辣椒和茄子都是无限生长吗？嗯。那西红柿是不是也是啊？西红柿好像也是，但是西红柿还生病。啊。看，我天哪！啊，这都压折了。来，给我吧，省着脚了。哎呀，哎，这圣女果出来这边都已经这样子了，赶紧收一收吧。茄子，大棚里的茄子还在开花，也不知道能不能结果了。啊？应该差不多吧。哇，那颗那个叫那个红苋菜都成一道风景了，春儿哈。啊？这辣椒折了不少。哎，我问你，那几颗小白菜是咱育的吗？对啊。那长得也挺快的呢，春哈。好像你栽的有点近了。嗯，有点近了。这辣椒现在够。哎，你说我不明白，这个花生今天为什么趴秧呢？啊？你说这花生怎么都趴秧了呢？大春种的小菜儿都长出来发芽了。你种的小菜儿都发芽了，春儿。哎，这土豆都没收回去，怎么在这块又发芽了呢？这是新种下去的豆角，也不知道能什么样。哎呀，看看吧。先把这红辣椒给你剪了去吧。啊？是，先剪吧，我来剪。我看青的还剪的。剪下来吧，青的要能剪就剪下来吧，不干啥就那啥了。不是，不知道开那花还能结不能结了，要不能结都不用嫁了。能结。还能结啊？那当然，时间还早着呢。什么叫上脑瓜子？你就把那几个红的和青的全剪下来，我把这面秃噜草完了，咱俩一会儿剪那个。那你啥意思？我是全剪下来，还是说还留一部分？你看太小的正在生长的不要剪，这长差不多就剪。别压折了这个枝啊，小心点。真还能生长。今年布局不好，明年得好好整的。那筐就搁这边呗。筐搁那边得走多远呢？那就噼里啪啦，太不舒服。这边草多，完了一会儿姑娘得剪了。
一干活他也在这捣乱。陪伴，这叫陪伴，怎么捣乱？我跟你说哈，啊，在这个咱家这个园子里哈，随时随地都有西瓜。你又发现西瓜了？在那边草堆里头就有一个西瓜，你可以看看。你看我就是你那么一说，我就寻思你是不是又发现西瓜？真的呀？啊，这辣椒都烂这样式儿。我上那边烂草堆里看看，真有一个啊？真有一个。熟没熟？不知道熟没熟，反正不错，不是很烂。我看看去。地主，你干嘛呢？哎，咱家就是有点太乱了。这块是姑娘，我先把这块儿把姑娘收一收出来哈。一会儿收姑娘。拿个塑料袋来呗。真的这边有啊？哎呀，你说我看着了，我还以为在这儿呢，在这儿呢。哎呀妈呀，天哪！我拍呗，熟没熟？哎呀，这还有瓜呢。哎呀，春儿啊，嗯，跟你说，这西瓜也熟了。一拍弹手，熟了，熟了。这个瓜熟没熟？哪儿呢？这一个瓜呢。哎呦我天！这还长两个小的，你说那些我都拔了，你看，这长两个小瓜。哎呦我天！哎呦我的天，这乱七八糟的，这里啥都有啊。这地下就是宝藏。哎呦我的天，你受不了了。种下去了以后吧，哈，我们两个没有打理，完了结果导致的就是烂了。哎呀！你看这姑娘啊，太乱了。这姑娘和辣椒，你看这辣椒嘀嘀嘟嘟，你说这么长啊？哎呦天！你看这辣椒长的，哎，你看看。哎呦，不让它长，它都不行了。满地满地都是，哎呦，到处都是辣椒。你看这辣椒挂的，今天多好。嗯，今天辣椒长得不错。你咋不说这边低还是高啊？反正辣椒长得低呗。你看这个瓜，你看，嗯，这还有一个瓜呢。哦，那你把那个扔了，要不扔，没准这小瓜得有不少呢。那老姨子呢？这里头，那些秧子全。但是你也挺好，把这个那个这个叫。茄子地下全收拾出来了，到头那边全收拾出来了。哎，这个辣椒，我这个你去拿一个袋儿，把这姑娘捡了，满地都是姑娘。嗯，这姑娘都落地了，都好了。我去拿袋儿装姑娘。哎呦，送姑娘。完了，你再给我拿，再给你姑娘，再给我拿个棍儿来。我在这蹲着，我出不去了。好，这万一撒手就折了。啊，你说在大棚里干活，听着这兔子就打仗。嗯。地主啊，你要干啥去了？这是两只公兔放在一起，现在笼子吧，这打那个大的，这隔上好了。那太小了，空间。那不小，人家养兔子那才多点小空间，这都大。这都大。哎呦妈，太大棚里还有点热。热一待大棚一干活就热，还是暖和时候。地主。这两只公兔子的老打仗，这打出毛病了，不行，分开点。那也不是轻易就能隔上的吧？我感觉着。嗯？一左右，斜着呢。哼，你糊弄着，糊弄不住。那面所有的秧子，就是那姑娘秧子底下那个，都不要动啊。那个，因为你动不好的话，底下那些瓜就废了。底下老多瓜了，你都没看到？你看那面，你看那往里那里头看，那个白色的小瓜，那是白糖罐什么玩意儿？那瓜子可好吃了。那你的意思，你没放糖呗？哎，过两天就成熟了。这不是院子，就给你惊喜哈。嗯，对。这辣椒剪了是吗？剪，给我。咱有地主吧？地主天天往这里呢，这地主也在这块转悠，他就没事。那耗就不能来了？哎，对。那你是因为这两天地主老在家的事吗？啊，我不知道。
你这先啊，别碰，你把那个姑娘捡，你捡姑娘吧，你那头姑娘先捡吧。你捡到了，完再上这头捡姑娘。哎呦，我都闻着这块都有浪瓜味儿了。哎呀，哎呀，春，真的烂了这瓜。嗯，那就熟透的烂了。哎呀妈呀，那一说那块那个妈，那个咋长得那么漂亮啊？这块有一颗瓜，说不定熟了呢，我给你摘下来吧。那个没有。啊？哎呀妈，那个可没有，但那个可漂亮了呢。那顶上还挂俩呢。哎呀妈，你看没看到？不是那个毛嘟嘟的，你看看那个。是。我看到了，就是烂的那种瓜，它是一个品种。这园子里到处都是惊喜哈！啊，就是说，没想到摘了这么多的姑娘，完了还有瓜，你看瓜那块瓜那么多，完了这姑娘皮儿，你看那块那么多姑娘皮儿摆上一堆，你看没看到？可能有什么动物来吃，哎，给你摆一堆。你看这个瓜在这块好漂亮啊！真的，这个瓜给我的这个惊喜老大了。三个，它是顺着这个长在草上的。那草还不能拔呢哈！啊，那草还不能拔呢，它自己借力了哈。对，哎呀，就是说这植物生长嘛，它有时候它你就让它自己生长就行，不用太管。你只要根本就不对，你只要收就行，想着来收。你这咋能胡说八道？不想着收的话，像咱俩似的，这怎么这样？啥玩意儿？哎，意思说有收获就行呗。邪说，现在还是应该好好打理。咱俩就是实在是，哎呀，能力不限，打理不过来。你看这姑娘，给。你不收，让动物收了。看收，好甜。这是薄姑娘皮儿，非常好吃。嗯，是那种姑娘皮儿可厚的那种，就不好吃。对，这皮儿非常薄。上面。啥？姑娘啊，其实这下面，如果是说这姑娘要不在这块，这草莓长得也很旺。就是。结果这草莓现在不开花了。行啊，吃完了姑娘的话，明年春天长草莓。这瓜秧的头不用管它了，就摘姑娘就可以了。摘吧。它可能有点太湿了哈。嗯。人吃的兔子吃的都有了。这几个花丁，我想给咱家那小兔子拿过去。行，放软面条给。行，走，回前院。嗯，回去。